葛维华是在国内被大家所熟悉的青年男高音歌唱家，也是文化部全国声乐比赛一等奖获得者，多次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，出访过包括美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深受观众朋友们的喜欢。接下来他为大家演唱的歌曲是《母亲》。这葛维华，他是青琴中华，总监是吧？ 艺术总监，他是title还更大。然后呢，这个母亲呢，她也是原唱者。那我说你为什么来这边唱个母亲呢？你为什么不唱兄弟姐妹啊，或什么新娘好呢？他说，因为我们在海外，过年的时候啊，常很多华人没有办法回去过年，他是帮我们表达对母亲的那种思念，所以他是非常感动的。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葛维华。
的确是，这个春节已经过完了，但正月十五马上就要到了。身在海外的侨胞们，这个时候的的确确非常思念故乡，非常思念自己的亲人、自己的妈妈。那么，我想呢，祝愿妈妈身体健康，是所有的华夏儿女、海外侨胞们的最大的心愿。在这里，让我们一起祝愿我们的妈妈永远健康、永远快乐。好，下面，我想问一下朋友们，刚才给我们这个当地的三位主持人主持节目的那位小姐，大家觉得她漂亮吗？漂亮。好像觉得是不太漂亮。漂亮不漂亮？对，她非常漂亮。她不但漂亮，告诉你们，她歌唱得非常好，她是国内最有实力的女高音歌唱家之一。今天呢，她不但担任主持的这种工作，同时他把他美妙的歌声也带到这里。下面有请他为大家演唱《我爱你中国》。